起的死。侬把外头点，对对，侬懂一懂。哎对，搿只勿是老好。我这一个密室可以说让看中了，到现在就看中了嘛，就白有，这么的。
一个是对个一样的，那么外口的老我。
起来，打起来一大堆，一大堆，你的钱还垮的了，你的哎，是的，你没回去的那是你的事，你看你去请个人来了，喊上别人把你睡，儿子，你睡我的吧，睡了了，你看这金生意又啥子？
这个是你说的，从这个地方跟你自己动个远了。这是你这个是。这是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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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什么
原来这一组代表王涛，就是他唱歌的一次性活动，请不要随意点燃，不要有人烟，不要用呼吸口罩，不要喝口罩，不打喷嚏，请注意配合原路工作人员的管理。下面我们欢迎来到上海的演员，上海的广播新品质，欢迎您在游玩过程中完全不要口罩。行业它一直很容易被模仿复制或者超越。Thank you.
小孩子离家，那侬没工作，人家不能送到哪开去？侬应该建议人家还是不要去跟人家讲价，这个不是一个问题。
简直让我无法接受。怎么我挂了这么问错人了？应该问陈老师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我们回家也可以弄个盆子，然后把花栽到里面，然后水灌。那你得要多大的盆子、啊？哦，小小的盆就可以了。这是废物利用。哦，这个花没有干，开花了吗？这个花。石榴花。它六是吧？嗯，对。是的。哎，那里面还有手工艺品。是石榴。
画睡莲花。把它印上很多画睡莲花。打到它呀？哦，现在就开了呀。就是这个就在这里呀。就每年它的荷花和睡莲，就上门四宝的，就是很多人看到这个花都有，如果还带荷花。